大家應該都睇到啦，開始嘅時候咧，咁我都簡單介紹下長春社先，因為可能知道咧都有啲朋友咧係第一次參加長春社活動嘅。咁我哋長春社咧就係本地一個歷史都比較悠久嘅環保團體啦。咁我哋係1968年成立嘅，咁都已經唔該，乜嘢人家是誰啊？咁我哋有。我聽到有朋友仔話想影多次相啊，係咪啊？係啊，啱啱去咗 Vivi 啊。哦，好，咁我哋再多一次。好，咁我哋而家又再唔該曬。啊嘿，好，大家我哋又麻煩大家咧，我哋再開一開多次鏡頭啊，我哋再影多次相先。係啊。今次應該夾啦，係咪？咁我哋咧就繼續。有喺佢呢边嘅，咁我哋咧就继续咧介绍翻我哋嘅机构啦。系啦，咁头先讲到啦，我哋机构咧系1968年成立啦，咁去到而家咧已经超过50年嘅历史噶啦。咁我哋主要嘅工作咧就有包括树木嘅树木保育嘅工作啦，例如就系、是。喺一啲市區，我哋會去留意一啲市區嘅樹啦，亦都會去睇一啲郊野嘅樹木啦。咁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樹啊嘅工作會進行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好關注一啲關於環境嘅一啲政策啦。咁亦都會有啲環境教育嘅工作，另外有啲減廢嘅工作咧，咁我哋都會去我哋都會去做。咁至於我自己咧，咁我就係、是、咁我今日咧同大家一齊睇樹啦。咁我就係喺長春社裏面嘅助理保育經理，咁係一個保育組嘅同事嘅。咁我嘅主要嘅工作咧，都係關於樹木啦，無論喺市區嘅樹木啊，或者喺郊野一啲植樹啊，或者係植林優化嘅工作咧，咁我自己都會幫手去做嘅，咁我叫佩斯啦，咁 hello 咁多指教嘅，好咁咧，好咁咧系啦，咁咧就叫咗大家咧去預備一個紙同埋一個筆啦，咁我就預備咗白板同埋筆啦，咁咧做咩嘅咧？咁就想請大家咧喺你張白紙上面咧去畫一幅畫喎。咁呢一幅畫咧，要包含三個元素嘅，要有屋啦，要有樹啦，同埋要有人嘅。咁我會俾少少時間大家，咁大概5分鐘左右啦，咁去畫呢一幅畫嘅。咁我哋而家預備好，我哋就一齊畫噶咯。好，可以開始啦。I'm not sure.
哇！好多朋友仔咧，可以揮一揮手或者咧揚下啲畫俾我知道喎。咁我哋係咪有啲朋友仔都未畫好啊？咁我哋就等多一分鐘啦，俾多一分鐘時間大家。朋友仔已經完成咗啦，如果完成咗咧，可以我咁樣啦，俾幾幅畫俾大家睇下啊！我見到啊，哇！睇下先，舉住先啊，等我望下大家啲畫先。啊，見到啦，都好好喎。咁有冇朋友仔想介紹下自己幅畫噶？有冇啊？可以 ，Hello，Hello，Hello， 啊，係 Mabel 啊 ，Hello，Mabel。係啊，我本身都好中意畫畫嘅，咁我誒。有時都會畫下啲公仔，或者畫下漫畫啦。係。咁咧，呢幅畫咧，咁誒有棵樹啦，咁咧有蘋果喺度喎，咁我會好開心啦。係啊。咁咧就有好多好多人咁樣咧，一齊就去到郊外裏邊，郊外裏邊啦，一齊去感受下大自然，大自然啦，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係啦。哦，咁想休息嘅間屋喎，係啊，呢間屋咧係係啦，咁佢想休息嘅時候咧，就會去咗間屋裏邊去休息啦，就可以放鬆自己咁樣嘅。哦，嗰間屋就唔係佢哋住嘅，係攞嚟休息嘅。係啊，
哦，好啊，多謝你的分享啊。好，有冇其他朋友都好想分享下你的幅畫噶？有冇咧？冇都唔緊要嘅，咁我又分享我嗰幅畫啦，講兩句。係啦，咁我呢一幅畫咧就係、是、係啦，有棵好大嘅樹啦。咁呢棵樹咧有個好大嘅樹冠嘅喎。咁而呢間屋咧就係、是、人住嘅，咁就係咧我哋住喺裏面嘅咁。咁然後咧，咁住喺裏面嘅人咧，咁就可以喺裏面休息啦。咁亦都可以咧走出棵即走出去屋出面咧，咁就喺個樹蔭下面去玩啦，去傾偈啊、玩啊、睇書啊，咁樣做乜都得嘅。咁可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地方可以玩啊，咁樣。好，咁呢個係我嗰幅畫啦。好，咁咧，咁我哋一齊咧，咁無論咧你有冇去分享，即係 show 到自己幅畫出嚟都唔緊要嘅。咁我哋一齊咧都睇翻自己個幅畫先。咁我哋咧係啦，咁我哋一齊睇下啦。咁你畫嗰幅畫裡面嗰棵樹係點樣嘅咧？有啲咩部分喺嗰度嘅咧？咁呢幅畫咧，唔係咁呢我而家 show 出嚟嘅嗰個樹咧，咁就有啲似我畫嘅嗰棵嗰個樹啊，係咪啊？咁有幾個部分嘅，係啦。咁呢棵樹咧就有幾個唔同嘅部分嘅，咁包括咧就有上面啦，咁就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樹冠啦。咁呢個樹冠咧，它主要是由什麼組成的呢？它就是由葉啦，很多很多葉啦，那些葉是怎樣放在一起的？它就是用一些枝條呢，將葉這樣去連貫一起的。那葉的作用是什麼呢？那葉的作用主要就是透過光合作用啦，那就去幫棵樹去製造食物的。那跟著呢，有一個樹幹的部分啦，咁有一個樹幹嘅部分啦。咁呢個樹幹咧，就係、是主要就係支撐住呢一棵樹嘅樹冠嘅。咁佢除咗嚟支撐之外咧，更加係去輸送一啲水分啦，同埋養分俾全棵樹去使用嘅。咁我呢度咧就有一個。不是很大的，這個看不到呢？這個呢就是一棵在我給個比例大家先，好像我的手掌那麼粗的一棵樹那裡呢因為它已經要移除了，所以呢我們就拿了一個這樣的其中一個環切面出來，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咁呢棵樹咧，有唔知有幾年紀有幾大咧？呢棵樹，咁我有俾三秒大家去估下先，三、二、一，好，咁咁自己心裏面有個答案咯喎，咁可能係兩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咁樣，咁大家心裏面有一個答案啦，咁點樣可以？知道呢棵樹咧有幾大咧？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去數下佢嘅年輪啦。咁我再攞近啲俾大家睇。咁大家咧會見到呢個樹上面咧有一圈一圈嘅年輪嘅。咁我哋就可以靠住去數有幾多個呢啲年輪咧，就知道佢幾多歲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咁樣知道嘅？咁其實因為一棵樹，例如在我們香港這個地方，你知道 有四季的嘛，有春夏秋冬啦。那樹木生長的季節通常是什麼季節呢？就應該是春天、夏天一些天氣暖一點的時候，它生長都會快一點，而在一些秋天啊、冬天啊，那些樹木生長是會慢一點。所以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翻呢一個嘅樹幹嘅橫切面咧，就會知道咧，如果嗰個淺色嘅部分咧，就係闊啲噶嘛。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佢春天、夏天生長快啲嘅時候咧，嗰一個嘅部分嚟嘅。咁而深色啲，好似一圈一圈嘅呢啲部分咧，就係、是。佢窄啲噶嘛，咁就係秋天同冬天咧，佢生長慢啲嘅速度，所以佢嗰個闊度就會細啲啦。咁於是乎咧，咁喺每一年嘅四季完咗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新嘅深色同埋一個新嘅淺色咁樣出現咗啦。咁於是咧，我哋數一數就可以知道啦。咁我知道呢度大家好似好難數到，咁我幫大家數下。咁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十大概有十四个圈喎。咁所以咧，呢一棵树咧，你虽然见到佢啊唔系好大棵啫，原来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咁而我哋去咁我哋又发现咧，其实在不同的樹種啦，咁佢都可能有不同生長速度嘅，咁所以呢一棵樹咧，佢可能生長得慢啲，咁十幾年咧佢都唔係好大棵，但係有一啲樹咧，可能十幾年咧佢已經可以好大棵或者好高噶。係，我見到有朋友舉手，係咪？係咪有問題？如果咧有問題嘅話咧，咁。都可以咧，喺嗰個 chat room 嗰度咧打你嘅問題嘅，咁就一陣間一次過答。是不是有問題呢？舉手的朋友，那不要緊，如果你之後有問題都可以再問的。這個就是那個樹幹啦。那另外呢，好，這個部分除了一個樹冠啦、樹幹的部分之外呢，那這個樹根的部分呢，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畫到啦，可能呢比較多朋友呢會忽略了一個樹根的部分，我呢我自己呢都是有畫到的，雖然呢就不是，雖然畫不完，不過也有畫到一點。樹根呢雖然呢在我們見到一棵樹的時候呢，其實就好像不是很看到樹根，但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咁佢嘅主要嘅作用就係去吸收一啲養分啦、水分啦，而更加重要嘅係咧，佢另外一個功能咧係要固定一棵樹木嘅。咁呢啲我哋見到呢啲畫面上面粗啲嘅根咧叫做支撐根，咁就係攞嚟固定一棵樹木咧，等佢唔會咁容易去倒塌啦。咁亦都有一啲咧。我哋叫做吸收根嘅，咁呢啲吸收根咧就係比較幼同埋未木質化嘅，咁呢啲吸收根嘅主要作用咧就係攞嚟吸收一啲水分啦、養分咧俾棵樹去進行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工作咁樣。好，咁咧除咗有樹木，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嘅呢啲部分之外咧，有啲部分咧，我哋未必一年四季都會見到嘅，就係佢會開花啦，咁會開啲有唔同樹木、唔同嘅植物咧，會開啲唔同顏色嘅花，咁呢啲顏色啦、唔同形狀嘅花咧，都可以用吸引到唔同嘅昆蟲咧，幫佢傳播花粉嘅。而另外咧，亦開完花之後會點啊？咁就會結果啦。咁呢啲果實同
咁樣，好似類似花好似花咁樣嘅，佢哋都有唔同顏色同埋唔同形狀，咁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是、吸引唔同嘅動物去食佢啦，咁就傳播種子嘅。咁亦都有一啲咧花。而家係咪 share 嘅？咦，唔好意思啊，突然間彈走咗。我再 share 翻個 screen 先。好，好，大家都睇到啦。咁我繼續先。係啦，咁咧唔同嘅樹木品種咧，咁佢哋都會有唔同嘅形態啦。咁例如咧，我哋畫面上面見到嘅，咁係木棉嚟嘅。咁我哋睇左手邊嗰棵好多葉嗰棵木棉先。咁呢一棵木棉咧，佢嘅形態係點樣嘅咧？我哋會點樣形容佢咧？咁我哋會形容咧，佢係一個明有一道明顯嘅主幹啦，然後佢嘅枝條咧係向橫生長嘅，主要一層一層一層咁樣。咁所以咧，當我哋離遠見到木棉嘅時候，啊，見到呢一棵樹有一個好明顯嘅主幹，然後一層一層咁樣去生長咧，咁佢有機會咧就係木棉嚟噶咯喎。咁我哋可以透過形態咧去了解一棵樹嘅。咁係一棵樹咧，佢原來唔同季節咧，佢都有唔同形態嘅喎。咁我哋見到左手邊呢棵木棉咧，佢就生長滿咗葉嘅，有一個都相對有一個濃密嘅樹冠嘅。咁但係咧喺右邊嘅呢一棵樹，咦？點解佢冇曬葉嘅？咁但係佢冇曬葉，但係佢又有好多花嘅喎。咁原來咧，木棉係一種落葉樹嚟嘅，所以當到冬天啊呢啲秋天、冬天呢啲季節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始落葉啦。咁然後到春天慢慢回暖嘅時候咧，佢會先長出一啲紅色古大島嘅花啦。咁然後佢開完花咧，先至會長翻一啲新葉出嚟嘅。咁咧最近係啦，啱啱咧。過咗農曆新年啦，咁天氣開始有少少回暖咧，咁我哋就見到木棉樹咧就開花啦咁樣。咁咧呢個咧，咁我就帶大家去呢個深水埗區度睇下呢一排嘅木棉樹啦。咁喺荔枝角度，如果你可能喺條經過個深水埗區，喺呢個咧，我大概喺邊度影嘅咧？在麗閣村附近，在荔枝角度的麗閣村那個部分呢，有一排木棉樹，大概都有20棵左右。他們最近就是在開花，跌到石地都是花，都很漂亮。大家有機會可以自己再出去看看啦。咁咧，睇完木棉樹之後咧，咁我哋又睇另一個樹木嘅品種咯喎。咁呢個咧就係細葉榕啦。咁呢個細葉榕嘅形態咧，同木棉樹就好唔同咯喎。呢個有少少似我畫嘅呢一棵啊。咁有一個你未必可以咧
遠距離睇得曬佢個樹幹嘅。佢有一個好大、好濃密嘅樹冠。咁咧，所以咧，佢可以咧為我哋咧提供一個好好嘅遮陰。同時間咧，佢亦都可以咧為小動物嚟例如雀鳥啊、松鼠咧去提供一啲棲息嘅地方啦、啊，同食物嘅。咁原來咧，除咗季節之外咧，咁同一個樹種生長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佢都會有唔同嘅形態嘅喎。咁我哋見到熒光幕上面咧呢一個嘅。這個嘅榕樹咧，佢係喺市區度生長嘅，咁你見到後面有啲屋啦，咁可能佢係一個公園嘅其中一棵樹啦，咁有一個係俾一啲嘅磚啊、石屎啊圍住，咁佢嘅佢就唔會生到好高大嘅，咁可能都好高大啦，都其實都好高大。咁但係咧，原來對比起佢喺自然環境度生長咧，其實佢已經唔算好高大啦。因為咧，右手邊呢一幅咧就係講緊一棵榕樹咧，係見到一棵榕樹咧，就係喺野外自然環境嗰度生長嘅喎。你見到啊，呢度有三個人喺嗰度嘅喎，佢哋都係大人嚟㗎，仲有一啲係一啲外國人，其實都好高大。不過咧，佢比起嗰棵樹咧，佢真係變得好似～好細小咁樣啊，係咪？咁所以咧，原來喺一棵同一棵樹種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佢嗰個生長嘅大細同埋形態咧都會好唔同嘅。是不是有些朋友是啱啱先入嚟嘅咧？咁我哋都同你哋歡迎大家 ，hello， 同你打聲招呼先，歡迎你哋啊！咁我哋咧就講緊榕樹嘅唔同形態咁樣，咁我繼續分享埋呢個另一棵榕樹咯喎。好，我哋見到咧呢度畫面上面嘅。有一棵樹咧好特別喎，因為咧佢好似被一個網包圍住咁樣嘅一棵樹喎。咁我又問下大家啦，咁都係唔使答我嘅，我哋心裏邊可能你自己諗一個答案啦。咁個問題咧就係，咁究竟畫面上面呢度嘅畫面上面咧有幾多棵樹咧？咁樣咁個答案就係、是，係咯，咁我俾三秒大家諗咗先。三、二、一，好，大家心里有个答案。咁系一棵树，定系两棵树？咁样，好，咁我开估啦。咁答案咧，其实呢度就有两棵树噶，两棵树喺度噶。咁我哋好似见到咧，佢得一个树干啫喎，点解话会有两棵树嘅咧？咁呢棵树咧，我哋喺荔枝窝。在一個新界東北的一個地方那裡找到的這棵荔枝窩的連理樹，它有一個名字很特別，因為呢它原來是兩棵樹這樣去結合在一起的一個狀態。那本身呢就應該有一棵樹生長的，那這棵樹呢就是裡面你看到嗰啲我哋用我哋隻眼睛咧去拎走嗰啲好似一個網嘅呢一啲部分先，咁我哋咧就應該會見到一棵好普通嘅一棵樹啦。咁呢棵樹咧係一棵秋風樹嚟嘅。咁咧就有一日咧，咁就有一隻雀仔啦。咁咧佢就食完一個細葉蓉嘅果實之後咧，咁就企咗喺呢棵秋風上面咧去呼呼噶喎。咁佢嘅糞便咧，裡面咧原來就有一啲細葉蓉嘅種子喺嗰度嘅。咁佢將細葉蓉嘅種子連埋佢嘅糞便咧，咁就排放咗喺一個秋風嘅枝條上面啦。咁而呢一粒細葉蓉嘅種子咧，佢發芽生長，咁慢慢咧，佢大家都知道
榕树的根部啦，气根啊，根部咧好发达嘅。咁佢慢慢咧就佢嘅根部咧就喺一棵秋枫上面咧慢慢生长，形成一个好似网状咁样嘅叶头，就系我哋今日所见到嘅呢一个情景啦。咁所以咧，佢咧就系、是、简单啲嚟讲咧，系一棵秋枫树嚟嘅。咁出面咧就系、是、包住咗一棵榕树，咁佢就佢生长到好似一个网咁样包围咗一棵秋枫树咁样嘅。咁所以咧，答案咧就系、是、有两棵树喺度噶。咁再极端少少嘅情况咧，就会系嗰棵榕树慢慢生长嘅时候咧，佢系有机会咧去绞杀咗嗰棵树嘅。佢慢慢咧会生长得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咁就包围晒秋枫树嘅树干啦，甚抢晒佢嘅阳光啦。咁慢慢咧，嗰棵秋枫树咧就有机会会死嘅。咁样咧，我哋到而家为止咧，见到呢两棵树咧，佢哋都系好健康嘅，即系两棵树都可以好和平共处咁样一齐生长嘅。咁呢棵就系荔枝窝嘅莲蓉树啦。好，咁我哋睇下下一棵榕树。咁我哋一去咧，就由呢个荔枝窝咧去咗锦田啦。咁锦田树屋啊，好都出名嘅。咁可能我哋有啲朋友咧都曾经听过，或者甚至去见过呢一个锦田树屋添嘅。咁呢个锦田树屋又系点样去形成噶？咁原来咧，本身呢度咧就应该有一间石屋喺呢一度嘅。咁隔篱就生咗一棵榕树啦。咁佢嘅气根啊，就慢慢包围住呢一个。一间嘅石屋，咁而当石屋嘅砖墙咧去倒塌咗之后咧，咁呢个榕树佢用嚟支撑嘅一啲气根咧，佢因为佢已经变得好粗、好强壮嘅气根啦，即系一啲支撑嘅部分啦。咁佢依然咧冇因为嗰个石屋冧咗咧而冇咗，佢依然咧可以维持原状咁样。形成一个咁样，好似一个树屋嘅咁样嘅景观。咁我哋见到呢个树冠好大啊，系咪？咁原来佢树冠咧有成41米嘅，差唔多。咁估计咧呢个树龄咧都超过100年噶啦，即系100岁嘅大树嚟噶，系一个老伯伯嚟嘅。好，咁咧我哋就。去了錦田，由錦田呢就翻去港島區啦。咁喺港島區裏面特別多咧一種榕樹，咁佢可能係榕樹，亦都有機會唔係榕樹嚟嘅。不過就因為榕樹嘅根部比較發達啦，所以榕樹嘅比率咧就佔多啲嘅。咁一種樹咁特別嘅樹叫咩咧？就係石牆樹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除咗我。之外咧，我哋仲請到我哋保育組嘅另一位同事，咁佢係石牆樹嘅專家嚟嘅，咁佢係 Tammy 啦，咁佢會帶我哋咧去堅尼地城科士家去睇下呢一排石牆樹嘅喎。好，我哋去片。因為有啲
技術上的問題，我們現在重新開始播放這條片。大家好啊，我是长春社的打杂 Kami 啊。今天呢想带大家来到西环这里看看西环的一排古董、哦、这排古董呢就是来在科士街这里的。科士街排古董呢等我走过去带大家欣赏一下啦。看不到右手边就是他们啦，他们就是石墙树啦。咁大家都知啦，香港山多平地少嘅。咁从前开埠嘅时候咧，政府为咗可以开多啲地出嚟起，即系市区啦，起马路啦，起屋啦。咁佢就将个山咧就削平咗。咁个山坡咧就起呢啲护土墙咧挡住啲泥土啦。咁呢啲石砌嘅护土墙咧，其实顾名思义啦，咁就系用大石头砌出嚟嘅。咁呢啲大石咧，通常咧都系花崗岩啦，或者系火山岩、哦。因为从前香港咧，其实都几盛产呢个花崗岩啦、火山岩咁样嘅。咁从前嘅呢啲砌石嘅工匠咧，其实都系来自东莞嘅。咁佢哋咧就用啲石头咧叠埋一齐之后咧，就用啲水泥沙匠咧就将佢哋黐埋嘅。咁唔同嘅石墙咧，其实佢兴建年份咧都有啲唔同嘅。咁啊，呢个科士街嘅石墙，你见到啲石头咧，其实个 size 咧都唔系咁一致啦，同埋佢砌得唔系太整齐嘅。咁啊，大概咧佢喺1890年左右咧兴建嘅。咁另外有啲石墙啦，好似呢幅咧，即系喺山道附近嘅见到嘅石墙咧，其实你见到佢啲石头咧嘅 size 就比较一致啦，同埋砌得比较整齐嘅。咁啊，佢嘅倾结年份咧，其实同科士街个石墙嘅年份咧又有啲唔同嘅。好，咁啊，石墙树顾名思义啦，其实就系讲紧生长喺石墙上面嘅树木。咁你見到啦，其實啲石牆樹咧，哇！啲根都澎湃啦，黐曬喺個石牆上面生長。咁佢嘅身體咧，或者樹幹咧，就喺石牆上面啦，係啦，咁啊，或者喺旁邊咁樣樣。咁好多時啲石牆樹都係屬於榕屬植物啦，例如咧係細葉榕，因為佢哋咧生命力比較強啦，喺啲好惡劣嘅環境咧都可以發芽生長啊。咁除咗細葉榕咧，仲有大葉榕啦、不管榕嘅。咁除咗榕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品種嘅樹嘅，例如樸樹啊。咁點解石牆上面都可以生到樹咧？咁啊，其實石牆樹咧係一個天然同埋人為嘅，即係機緣巧合之下嘅結晶品嚟嘅。咁啊，以前啲石牆即係用水泥沙匠去砌嘅石牆咧，咁中間石頭與石頭之間咧，啲水泥沙匠其實有時候會甩咗啦，或者咧有一啲空隙啦，就暴露出嚟啦。咁啊，於是啲雀仔啊、動物啦，佢哋食咗榕樹嘅果實之後咧，咁佢就會便便嘅時候咧，就跌咗落去呢啲罅度啦。咁啊，其實如果裏邊有榕樹嘅果實咧，咁啊或者種子咧，其實就會好犀利嘅，佢哋可以發芽生長到嘅。咁其實除咗樹之外咧，其實石牆上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植物咧可以生長嘅。咁啊，特別咧係有啲蕨類植物啦。咁呢度就有一隻咧，即係喺恐龍時代再之前出現嘅。叫做松葉蕨的蕨類植物，是啦，冇錯啦，就是呢一棵松葉蕨。咁呢棵松葉蕨咧，就喺泥盤紀時代。咁喺香港揾到嘅最古老岩石，都係屬於泥盤紀時代嘅。松葉蕨就冇花。啦，有籽喎，黄色粒粒嘅。好，我揾到棵近啲嘅松叶蕨啦。咁佢你见到佢咧，就喺个蕨嗰度生长出嚟。
咁另外咧，見到啲根咧，其實落到地下之後咧，佢就揾機會咧就攝啦。咁啊，就攝咗喺地下又下邊咧啲泥土裏邊啦。咁科士街度咧都有兩棵即系石牆樹入咗古樹被目擦過，咁啊好大棵啦，呢棵其中一棵，哇！咁石牆樹同普通樹一樣啦，其實咧都係有高嘅生態價值啦，喺市區入邊。咁啊，第一就係有咗仔咧喺上面捉巢啊，揾嘢食啦。同埋仲有其他動物都見到嘅，例如赤腹松鼠啦。另外就係好似呢度咁啦，即係條成條科士街咧，其實都有好濃密嘅樹冠遮擋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行來呢度咧都唔怕曬啦。香港嘅石牆樹大概咧有500多棵啦。其實呢啲石牆樹都好珍貴啦，因為咧。从前的手砌石墙的技术已经失传了，现在用石屎的树木生长，所以这些过百年的古迹古董其实都很珍贵，少一棵呢就没一棵。我哋咧喺伊犁地城咧翻翻嚟呢度先。咁石牆樹嘅出現咧，就正正咁展現咗咧樹同埋屋之間咧和諧嘅一面喎。咁因為咧大樹咧就喺我哋所居住嘅城市裏面咧，咁令到咧我哋人咧就可以享受到樹木帶俾人嘅好處啦。咁今日我哋呢個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哋特別就做咗一個背景咧，就係、是。樹影啦，同埋雀鳥加埋一齊嘅一個城市剪影啦。咁希望大家投入之後咧，都可以投入感受到城市樹林咧，帶俾我哋嘅帶俾我哋生活嘅好處啦。咁我哋一齊咧喺好好享受一下呢一個嘅景色咁樣嘅。我哋都見到啦，有啲雀仔啦，咁喺我哋身後面嘅。好，咁咧實際上面咧，除咗我哋可以享受下樹蔭啊，或者一啲可以欣賞下樹木之外咧，咁實際上大樹為我哋帶嚟啲咩好處咧？係啦，頭先咧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有提過樹葉咧可以有咩功能啊？咁樹葉主要功能咧就係做光合作用啦。咁透過光合作用咧。一啲嘅二氧化碳咧就會轉化翻做一啲氧氣啦，咁就係我哋呼吸所需要嘅氧氣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去到一個好多大樹嘅公園啊，甚至街道咧，我哋都覺得哇，空氣好似好清新咁樣喎。咁都唔係我哋錯覺嚟㗎，係真嘅。咁另外咧，大樹咧亦都會去隔走咗一啲空氣上嘅懸浮粒子嘅。如果我哋咧係一啲喺一個好耐都未有落雨嘅一個時間啦，咁我哋去舔下嗰啲葉底咧，我哋會發現，咦一摸，咦點解好似好多塵，好似有啲污唔係好乾淨咁樣嘅咁原來咧好多時候咧嗰啲空氣裏邊嘅懸浮粒子咧會黐咗喺一啲樹葉嘅葉底嗰度。咁而當有落雨嘅時候咧，咁就會嗰啲懸浮粒子啊、塵埃啦、啊，就會跟住啲水咧一路
沖走咗。咁所以咧，樹木咧係可以喺城市裏面咧有一個去令到空氣更加清新嘅一個作用嘅。咁而頭先亦都有提到啦，喺樹底下面咧，我哋可以有大樹好遮陰啦。咁如果係一條喺一個好熱嘅天氣下面咧，咁我哋都會選擇去行喺樹陰下面，而唔會暴露喺陽光出面啊，係咪？咁原來咧，我哋都有做過一啲好簡單、好簡單嘅一啲嘅量度，一個喺樹陰下面同埋喺樹陰出面嗰、那個同樣都係石屎地嚟嘅，咁嗰、那個石屎嗰個表面嗰個温度究竟差幾遠呢？原來咧可以相差差唔多有20度嘅喎。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喺好熱嘅時候曬住一個石屎，我摸下哇辣手㗎，同埋去攞下一個喺樹陰下面嘅石屎地咧，原來咧都差20度嘅喎。咁另外咧，咁大樹咧亦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好處啦。咁例如咧就可以增加一啲商店嘅營業額啦，因為多啲人，即係我哋唔係講商場裏面啦，我哋講緊可能一啲街沿住街道嘅一啲鋪頭啦。如果有大樹嘅時候咧，冇咁熱咧，啲人都係願意去喺嗰啲嘅鋪頭嗰度去行啦，去買嘢啦。咁亦都可以有一啲對於人嘅一啲好處啦，可以令到小朋友啦更加自律啦，更加減少佢哋情緒問題啦，可以提高大家嘅學習嘅專注度啦，咁仲可以好啲成績添嘅，咁哇真係好吸引啊咁樣。咁但原來咧，同時間雖然樹木喺市區裏面帶到俾我哋好多唔同嘅好處啦，但係往往咧呢啲市區樹木咧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咁我呢度咧就有幾個我哋經常都會喺市區樹木咧身上揾到嘅一啲好大嘅挑戰。咁第一個就係生長空間不足啊。咁我哋見到啦喺相裏面咧，咁佢哋嘅根部咧都係俾一啲可能係一啲磚啊，甚至係石屎啦去冚住。咁咁一個樹木佢嘅根部其實需要幾多空間咧？咁樣咁原來咧，我哋見到一個譬如咧我呢一棵樹木啦，咁你點解佢個樹冠有咁大喎？原來佢嘅根部咧係最少咧係需要有同佢個樹冠一樣咁大嘅闊度啊，先至佢可以生長得好好。咁佢未必需要好深嘅，但係佢會需要咧喺向橫咁樣去發展。咁但係你見到我哋哇呢榮光幕上面嘅呢幾棵樹啦，佢哋嘅根部嘅生長空間咧都係好明顯係唔足嘅。你見到中間呢一棵樹咧，尤其係佢已經好想去彈開嗰啲嘅磚，咁樣去繼續生長。咁而一棵樹咧，如果佢根部冇辦法去健康嘅生長咧，咁佢根部頭先有咩用啊？就係、去找實啲泥土，令到固定嗰棵樹木嘛。咁如果佢根部咧未能夠好健康咁樣去生長咧，咁佢會有機會咧喺尤其是在打風的時間，它會很容易倒塌。第二個就是一些不適當的人為管理，尤其是一些很差劣的修剪。我們看到這張照片就是一個我們有個名字叫做樹木墳場。這個呢樹木墳場呢就在梁景村，屯門的梁景村那裡呢就出現過啦。咁喺2006年嘅時候咧，咁喺梁景村嘅大概有20棵樹咧，咁就咁樣俾人去頂，我哋叫做呢個去頂嘅意思咧，就係佢即係好似斬咗你個頭咁樣，咁然後佢樹冠嘅部分咧係幾乎完全突然間失去咗，咁失去曬啲。
个树冠有咩问题啊？树叶嘅作用就系制造食物嘛。咁如果一下子咧佢冇晒啲树叶嘅话咧，咁呢棵树咧就突然间制造唔到食物，咁就会对佢健康咧造成好大嘅影响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系、当你斩咗嗰棵树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喺棵树度留低一啲伤口嘅。咁呢啲伤口咧，就系、令到嗰棵树咧，好容易腐烂啦。因为如果有感染嘅时候咧，佢嘅健康情况咧就会变得越嚟越差啦。咁喺几年之后啦，咁我哋嘅同事咧都有再翻翻去良景村嗰度咧睇下呢啲树变成点样嘅。咁虽然咧表面上面睇咧就好似啊，佢哋都长翻新嘅枝条，都有好似有翻一个少少嘅树冠咁样喎。咁系咪就代表佢哋啊已经冇事啦，好健康啦，好翻晒咧咁？咁原来都唔系噶。我哋咧发现喺呢200棵树里面咧，有大概一半，即系100棵嘅树木咧，佢哋虽然长咗一啲新嘅枝条啊枝叶出嚟，但系咧佢哋嘅伤口，头先有提过啦，伤口咧佢哋严重腐烂啦。咁而喺一啲伤口附近去生嘅一啲枝条咧，佢哋慢慢生长去到某一个重量嘅时候咧，因为佢哋个结构已经变得好脆弱啦，佢哋喺个伤口附近生长，咁所以当呢啲枝条咧越嚟越重嘅时候咧，好容易佢负荷唔到咧，嗰个树枝就会断裂然后冧落嚟啊。咁因为良景村呢个地方，你见到其实四围都有好多桃嘅，会即系有居民喺嗰度居住啦，都喺路边有好多人行嚟行去啦，来来往往嘅。咁如果嗰个枝条太重跌落嚟，咁就会威胁到桃林嘅安全啦。咁尤其系咧呢啲，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啊，打完风有好多冧树啊，系咪？其实理论上呢棵树咧系如果佢够健康嘅话咧，佢系应该唔会咁容易打风嘅时候吹冧啊或者吹断。但系亦都基于喺市区里面咧，好多树其实佢一路都唔系好健康，咁所以咧到打风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容易有一啲枝条去吹断啦，甚至成棵会倒塌咗啦。咁所以咧，原来系一啲咁样嘅唔適當嘅人為管理，尤其是去頂啊呢啲唔適當嘅修剪咧，對於樹木所造成嘅傷害咧係好長遠嘅。另外就有一啲都係一啲人為嘅破壞啦，例如喺棵樹上面寫字啦，或者榕樹嘅氣根佢想落地會多一啲支撐嘅，但係佢未落到地咁就已經俾人剪斷咗啦，或者係一啲花槽裡面成日都有好多垃圾啦其實這些呢一都是好容易會喺棵樹上面造成一啲傷口啦。無論是你寫字上面會整爛嗰個樹皮啦，剪咗啲根啦，都會有傷口啦，或者有啲唔同嘅譬如係一啲垃圾啊、手推車啊撞落去嗰棵樹嘅樹幹嗰度咧，都會好容易去做到一啲傷口，增加感染嘅風險。好，咁呢个时候咧有一个时间咧，俾大家去试下做一个树医生喎。咁大家学咗啊，我哋都有学咗有啲唔同树木嘅问题喎。咁我哋试下实习下先，咁样。咁好，第一棵树，咁呢棵系一棵覆雨叶栾树嚟嘅。咁好啦，咁我又俾大家有三秒时间去睇下呢棵树先，行可以行近少少。看看这棵树究竟它是一棵健康结构又良好的树，还是它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可以透过这张照片去看到的呢？我给五秒大家，好像多一点看。好，五、四、三、二、一。好，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了。可能你会见到啊，呢棵树咧好似冇晒叶喎，咁佢系咪好唔健康啊？或者佢系俾人斩晒啲叶，所以佢冇晒叶咧？系啦，
會唔會係咁樣咧？咁咁但係咧，原來呢一棵樹咧係一棵落葉樹嚟嘅。落葉樹咧，即係佢同木棉一樣啦，佢可能到秋天、冬天一啲比較凍乾嘅日子咧，佢會佢嘅枝葉咧，佢嘅葉啦就會脱落，咁就留翻啲養分。咁咧，棕葉與葉聯樹咧，佢都係一種落葉樹嚟嘅。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時間，呢張相咧都係我上個禮拜影嘅，咁都仲未，喺呢個時候佢都仲未生啲新葉出嚟，或者開始生啲新葉出嚟咧，咁都係正常嘅。咁所以咧喺呢個階段咧，其實我哋係佢咁樣，而係我哋需要咧去等佢慢慢天氣回暖啦。佢長翻啲新葉出嚟咧，變翻一個完整嘅樹冠嘅時候咧，我哋再去做一個樹木評估，咁就先知道咧，究竟佢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健康問題咧？好，咁跟住咧，好到第二棵樹啦。咁呢棵咧都係一棵細葉榕嚟嘅。咁我又俾五秒大家睇下呢棵樹咧有冇啲乜嘢問題啦。5、4、3、2、1，好，夠鐘。好，咁咧，我哋見到咧，呢棵樹好似，哇，個樹冠咧都好似好幾靚啊，都唔錯啊。我哋行喺樹蔭下面咧，哇，都可以遮到陰喎。咁佢有冇啲咩問題咧？咁樣有乜嘢？咁原來咧喺呢棵樹咧，係我哋見到佢好，唔係梁家嘅。其實唔係啊，係咁樣噶。因為咧佢乜嘢啊？好健康啦，但係佢健康狀況咧好快已經急轉直下啦。咁去到好快咧，佢就已經死亡咗。咁到我哋翻返去睇呢棵樹嘅時候咧，我係一個樹腳嘅附近咧。我哋就見到好多呢啲熒光幕左手邊嘅好多真菌啊，即係好似好多菇咁樣。原來咧，我哋見到呢啲菇咧係有一個佢係暗示咗咧，其實呢個樹嘅樹幹裡面咧，可能已經腐爛咗啦。咁亦都有一啲真菌去侵蝕，令到佢腐爛咗啦，所以佢健康同埋結構咧都存在住好大好大嘅問題。咁所以我哋見到呢一棵樹咧，雖然佢表面上面好似明之前仲好健康，但佢好快已經佢健康情況已經急轉直下，然後就死亡噶啦。咁除咗一啲嘅真菌佢會侵蝕一個樹幹嘅裡面嘅部分之外咧，我哋都有會見到一啲嘅叫做蛀心蟲啦。咁蛀心蟲咧會喺一個樹幹嘅表面有一啲窿窿咁樣嘅，咁就俾佢哋入去啊咁樣。咁我哋見到呢啲蛀心蟲咧都要注意喎，因為樹幹嘅部分咧都有機會俾佢哋食咗啦。咁要慢慢咧去做一啲詳細嘅評估咧，先可以就知道樹木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另外都有一啲白蚁，咁佢哋同樣咧都係一啲咬食木材嘅昆蟲嚟嘅，係啦。咦，補充多少少先，頭先我漏咗。咁我哋見到咧，熒光幕上面呢一幅相咧，就係頭先冧咗嗰棵樹啦。而佢後面呢一棵樹咧，就係喺九龍公園裏面咧，都係一棵好出名嘅樹嚟嘅。佢就係樹王嚟嘅，我哋叫佢做樹王啦，因為佢係一棵好大好大，都年紀都好老，可能超過幾百年嘅一棵老嘅榕樹嘅。咁佢你見到啦，佢雖然前面嗰棵樹咧就冧咗落嚟咧，咁但係後面嗰棵樹咧，即係後邊嗰棵樹王咧，佢都仲依然屹立不倒嘅。但係佢健康情況咧，都係需要我哋繼續密切啦去注意住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咧去九龍公園咧，都可以探訪一下呢一棵樹王啦。係啦，
點樣先可以令到樹木可以健康咁樣成長咧？咁良好嘅計劃同管理咧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哎呀，作為我哋小市民，咁我哋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去參與喺個計劃同管理度嘅喎。咁對於我哋嚟講咧，更加作為一個市民啦，同大樹一起生活喺呢個城市度嘅，我哋咧都嘅參與同埋支持咧都係好緊要嘅。咁例如就係大家今日咧參加咗一個樹木嘅生態行啦，咁就一起咧去了解認識大樹係點樣啦。咁呢個可能係第一步啦。然後當我哋認識咗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去多啲關心我哋身邊嘅樹木啦。咁例如今日完咗之後咧，我哋都唔係喺呢一度完結嘅喎，我哋到我哋可以再翻去周圍去玩啊，疫情過咗可以四周圍去玩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去行出街多啲留意一下我哋身邊嘅樹木究竟佢哋嘅健康情況啦，結構係良唔良好啦。咁而係啦，咁大家更加想俾大家知道嘅就係、是，樹木咧係同我哋一齊生活嘅，佢唔係我哋唔係分開嘅，因為咧樹木帶俾我哋好多好處啦，而我哋去欣賞去欣賞佢之餘咧，咁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咧去關心佢哋更加多嘅。好，咁咧今日咧我預備嘅。的內容呢就大概來到這裡的，那我想問有沒有問題先，有沒有什麼聽完之後很想問啊的東西，或者有什麼不明白很想需要補充的，那都可以說一說啦，或者在個 chat room 那裡去打出來的，那如果未有呢都不要緊的，那你可以之後啦，那你有事是 ,Hello, 是有问题请讲。首先大家樹木會有蟲的。为什么樹木有蟲是不是是。哦为什么樹木有蟲呢，其实呢我们不是说呢，其实在这个樹木啦，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動物居住在個樹木那裡的，可能有雀鳥啦，有昆蟲啦，昆蟲會去攞啲花蜜啦，幫樹木傳播花粉啦，咁亦都會生長在個樹葉唔同的部分嘅。咁原來咧喺大自然裏面咧，咁本身咧樹木同埋唔同動物，包括有蟲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好和諧咁樣一起去居住的喎，但是呢去到城市那裡呢可能會有一些多了一些不同的情況出現，例如就是那個樹木健康不是很良好的，那這些樹木呢當它健康不是那麼良好的時候呢，它就會特別多一些昆蟲呢去很容易去吃它的樹幹或者不同的部分。咁我哋係咪要等於樹木嗰度唔可以有蟲㗎，如果有蟲呢我哋就要殺曬佢，我哋就要搵殺蟲水全部殺曬嗰啲樹木上面嘅昆蟲，係咪咁樣就等於好呢？咁原來唔係囉，因為呢佢哋都係生長喺嗰棵樹木裏面㗎嘛，咁所以如果嗰啲嘅昆蟲唔係好即係如果佢哋唔係太過分咁樣影響到嗰棵樹木嘅健康咧，其實我哋都係可以俾佢留喺嗰棵樹度，因為好多時候呢嘅昆蟲咧，其實都係佢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佢先至會生長喺嗰棵樹木嗰度。咁其實可能佢可能係一啲嘅蛾蟲咁樣，咁可能佢會由結喺佢蛋啦變咗一個蟲嘅時候咧，佢可能會食樹葉嘅一啲部分嘅。咁如果佢唔係食得太過嚴重，可能少少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容忍到呢個程度嘅。
因為它不會傷害到那棵樹木的健康的嘛。而它當它慢慢它由蟲慢慢一路生長結蛹跟著變成了一個成飛走的時候呢，其實它就不會再對樹木造成任何傷害了。而個樹木就算有一個受傷的部分，它都可以很快地去復原。所以呢，這個昆蟲呢其實就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不過呢，就如果那些昆蟲呢會太影響到個樹木的健康，那我們就要特別注意一下啦。我明白吧？我答不到你的問題呢？好，有沒有其他問題呢？明白啦。Hello。有冇其他問題？係，係，係，請講。兩年山嘅時候咧，見到有啲樹咧係甩皮。係。咁但係佢係好似喺個底部甩，但係上我唔記得底部甩定係上邊甩，總之係一部分甩，一部分唔甩。咁嗰啲係咩現象咧？佢甩皮。哦，咁咧就。这个情况呢都好睇返实际嘅情况啦，因为有一啲树木嘅品种，例如桉树啦、白天檀啦，咁我哋会见到佢呢，佢嘅树皮係会脱落嘅。咁呢啲嘅如果你见到呢啲嘅树种呢，佢哋甩皮呢，咁可能係正常嘅现象嚟嘅，即係佢冇问题嘅，佢係咁样。但是如果有些樹木它本身不是應該是甩皮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例如有一些手推車經常都停泊在個樹下面，它會很容易撞到那棵樹，或者有些不同的東西去撞到那棵樹，都會令到它某些部分呢去甩皮，而造成了一些傷口。那些情況呢我們就要注意多一點，就盡量不要那些的雜物啊或者手推車放得那麼近那棵樹。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是，如果呢都好，剛才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如果呢之後大家繼續有問題呢，其實都可以呢繼續在我們的長春社的 Facebook 啦，去 inbox 我們問啦，或者在之後呢有機會呢，我們都很希望呢可以疫情快啲完咧，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親身咁樣去到一啲唔同嘅市區公園啊，或者街道嗰度咧去睇多啲樹木嘅。冇問題。係啦，咁咧認識咗咁多樹木之後咧，咁相信咧大家去再畫一幅屋樹人嘅圖畫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唔同噶咯喎。咁係啦，我哋會唔會都俾多啲空間啲樹木生長啦、啊？或者人同埋樹木之間啊，會唔會有多啲唔同嘅交流啊？咁我哋都好想咧，大家咧去再畫一幅屋樹人嘅圖畫，不過就未必可以咧喺我哋今日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去完成啦。咁因為我哋都咪仲翻返嚟耶，都差唔多好係啦，都已經差唔多夠時間啦咁。咁不過咧，如果當大家畫咗一幅屋樹人嘅圖畫之後咧，咁我哋都好想咧有個獎品俾翻大家噶，係啦。咁點樣先可以得到呢個獎品咧？咁呢個獎品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一啲唔同動物啦。咁佢哋咧有啲係都係生長喺個樹上面，咁有啲就生長喺其他嘅唔同地方啦。咁我哋咧都好希望咧，大家完成咗重新畫咗呢幅屋樹人嘅圖畫之後咧，就都俾我哋知道啦。咁我哋就可以有獎品俾大家。咁點樣可以攞到呢個獎品咧？
咁就要之後咧就係留意翻我哋 Facebook 啦。咁我哋完咗呢個 tour 之後咧，咁都會好快咁就會有喺 Facebook 裏面咧，咁就有啲唔同嘅消息啦。咁就俾大家知道點可以得到呢個獎品啦。好，咁另外咧，好咁啊，我哋就完成咗呢個與樹對話生態行嘅呢一個 tour 啦。咁我哋咧咁好開心啦，咁可以喺個食完飯大家嘅時光咧，咁我之後咧又有啲咁樣嘅樹嘅剪影啦，咁又有啲音樂啦，可以同大家一齊遊歷一個樹木嘅旅程嘅。咁而我哋嚟緊咧3月14日，咁另外仲有一個咖啡渣藝術工作坊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其實已經報咗名嘅，咁報咗名嘅朋友咧，希望你都繼續去幫我哋去邀請你身邊嘅朋友一齊參加啦。咁而未報名嘅朋友咧，咁我都好想邀請你咧，一齊嚟啦，同我哋去睇下呢個咖啡渣升級再做係點樣可以同藝術又有關係嘅咁呢個工作坊啦。咁另外咧喺下個禮拜，咁如果你想認識多少少一啲市區樹嘅健康情況嘅話咧，咁我都想邀請大家咧參加呢一個喺深水埗區嘅一個嘅樹木調查社區參與工作坊啦。咁我哋嚟下個即係嚟緊呢個星期六3月6日咧，咁就最後有一個嘅係啦樹木嘅健康路邊樹木概放嘅一個講座嘅，咁又會有我哋總監蘇國賢先生咧去主講嘅。咁如果你想認識多啲社區樹木咧，咁我都歡迎大家咧去參與嘅。咁係啦，咁除咗係一啲市區樹嘅活動之外咧，咁我哋頭先都有提過啦，我哋都會有做一啲喺郊野公園裏面去做城鄉化嘅工作嘅。咁希望大家咧都繼續去留意住我哋啦。咁去將來有機會咧，我哋可以一齊咧去到郊外咧去植樹，去為香港嘅冇問題呀，咧去出一分力嘅。係啦，咁咧最後咧，咁我都喺呢個最後機會咧，我再次咧都多謝呢個我哋冠名贊助恒生銀行啦，金贊助富豪燕基有限公司同埋港燈。咁另外咧，好多謝雨橋寫資嘅手語翻譯 Mandy， 好多謝大家。係啦，亦都好多謝大家咧喺嚟同我哋一齊啦，去認識樹木嘅。亦都好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啦，對長春社嘅支持啦，或者係啦咁樣嘅。咁係啦，咁係啦。如果大家冇咩特別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喺呢一度完成我哋今日嘅生態行啦。咁希望將來我哋好快可以咧喺户外嘅地方咧，咁就再見到大家啦。咁好啦，拜拜。